我回来了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，你身手比我好，你帮我一个忙啊！我不帮，你放手。他在水里面我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我们两个跳下去把他弹到岸上来，我们就有办法了。你再不放手，我就打死你！我发誓，我会真的把你活活打死，很残忍的。谢谢道长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